这是他们祖辈生活的家园，也是数百种鸟类栖息的天堂。从打鸟人到护鸟者，把广袤的森林还给自然。大谷地为您讲述一个傈僳族村庄的故事，封面即将播出。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封面。犀鸟是一种奇特而珍贵的大型鸟类，云南省盈江县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全国仅存的唯一一个有五种犀鸟记录的地方，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犀鸟乐园。太平镇雪梨村大谷地处于犀鸟繁殖的核心区域，当地村民对犀鸟有着很深的感情。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大谷地不得不整体搬迁。今天的封面，我们就为您讲述大谷地的故事。采摘柚子，收集各种果子，带上尽可能多的种子，这是傈僳族搬家的风俗。为了今天，大谷地村民小组的组长蔡吴早就做好了准备。他要把大谷地所有的种子带到县城新家。这天是九九重阳节，第五个国家扶贫日，更是全村异地扶贫搬迁的大日子。大谷地，这个近年来靠观鸟致富的小村庄，将全部搬到交通便利的县城，结束祖祖辈辈隐居深山的生活。四十户村民在村口集结。卡库拉说：“伊拉尼拉不，俺们说点嘛他妈伢说，我几没俺不多点名嘛做，说咋个啥就是进来哈，你瓜说你说瓜帮着进来，你瓜伢下面嘛错个伢说就是伢你瓜，你嘛该去下边你瓜，帮点那么我伢说就是进来嘛。我嘞，我嘞。对。离开大谷地，村民们多少有些不舍。”不过，只有离开大谷地，才能完整地属于犀鸟，属于雨林里更多的精灵。带着种子，不管到哪里都有希望。在地图上一看，就那么一小片区域就有650多种鸟，那么全国呢大概有1400多种鸟，几乎盈江就占了一半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高密度啊，鸟类的丰富程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一片宝地了。这是鸟类的天堂，也是蔡武三兄弟从小生活的大谷地。他们那边这大年阿克漂亮，那边阿克比阿克阿摩摩在阿摩摩阿克街嘛，啊别阿嘛。
大谷地曾经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旱稻，每年砍光一片森林，烧地播种，六七个月收割一季。一亩地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收获200多斤稻谷，村民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绝大多数人过着赤贫的生活。赶集，也都靠走路去，去赶一次集啊，都需要好几天，至少要3天。弓弩是傈僳族随身携带的工具。蔡武这把已经多年不用了，以前没钱，加上离集市远，吃不到肉。大谷地的村民经常用弓弩捕杀鸟类和野生动物。小时候俺洗的薄膜的那一个都养的他薄膜的俺洗的没。从小孩子就会学打鸟嘛，经常打鸟。为了增加收入，1985年大谷地全村改种经济作物香茅草。香茅草可以入药做精油，一年种植多年收获，经济效益高于旱稻。慢慢的，这里再也看不到风吹稻谷起伏飘荡，大谷地这个朗朗上口的地名却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傈僳族有句谚语，树多才会鸟多，可是为了发展经济，蔡武和大谷地的村民们不得不继续种植香茅草。他们也曾经想过，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增加经济收入，又能保护生态环境。亲戚们，咱家店面家大哥问我，你说是吧，你们那年往欢迎我你们了呢，咱就推了个位，咱们家咱就推个位。大谷地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色彩艳丽的鸟。我们才是嘛。早晨晚嘛他妈早间把他妈的俺弄带的娘我哭他妈花木他娘他妈的我他娘先早熟先不拉手提花了提若不拉娘碰我先没到喽别来别是俺弄啥肉的花也急忙了。兄弟三人从小打鸟，也很多次见过这种鸟，不过他们从来不射杀，因为傈僳族认为念偶是鸟中之王，一旦射杀一只，另外的就会自杀殉情。蔡武兄弟三人不明白，为什么找到他的窝就能发财。不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们还是带着午饭出发了。大盈江、揭阳河、南奔江的交汇处属于伊洛瓦底江水系，郦春华就在这附近见过犀鸟。仅凭一面之缘，蔡武兄弟要在茂密的热带雨林找到犀鸟的家，谈何容易。
早上七点出发，晚上八点回家，连续一周的早出晚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蔡武、密春华和小蔡武有些沮丧。犀鸟还在老地方吗？哎，你看小虎，我来养虎，这天白嘛，姑妈才七点钟。嗯，你看他才养了，也是。才个蛋。嗯。过过过，俺往过喊回去。好了吗？回去。你别动。啊？多大岁数？放到一筐，我当然。我一筐这一做的。哎，俺不是过过那洗包脚个，洗包脚过过，俺两个人去他妈管他妈，我这不动。俺们。飞机跟那我儿子是那嘛？我拉点，我一盘过别过来。四树木的树干上，一个巢穴清晰可见，这就是犀鸟栖息繁衍的家。每年四月到七月是犀鸟求偶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它们会相对固定地待在洞穴周围。盈江犀鸟一共有五个品种，涵盖了中国犀鸟的所有种类。由于体型较大，犀鸟繁殖需要合适的洞穴，繁殖条件比大多数鸟类更为苛刻。在双脚犀鸟巢穴的附近，另外一种犀鸟花冠皱盔后来也被发现，它和双脚犀鸟有着类似的生活习性。雌鸟梳妆打扮的功夫，雄鸟已经备下了晚餐。粗长的睫毛下，白眼睛的雌鸟神采奕奕，而红眼睛的雄鸟似乎永远睡不够，才一会儿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更多的时候，雄鸟雌鸟相互依偎，感情深度，它们经常被用来象征贞洁和爱情，是名副其实的钟情鸟。相比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的雌鸟无疑是挑剔的主妇。在即将到来的重要日子，他希望一切完美呈现。花冠皱盔是犀鸟中特殊的品种，大大的喉囊一般用来储存食物。雄鸟的喉囊是黄色或橙黄色，雌鸟的喉囊则是蓝色。雌鸟女王般地巡视着，雄鸟显得焦躁不安。显然，雌鸟对雄鸟的表现十分满意。这是属于恋爱的季节，两只犀鸟正互相唱着情歌。繁殖成功后，雌鸟进入巢洞做长达两三个月的月子。三个月里，雄鸟外出觅食，担负
养家糊口的重任。一年之中也只有孵化的时候，犀鸟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对，一嘛这边嘛也太老没有马上的他一年一嘛这边嘛也过一直的可过的一嘛嘛一直一户没在太一起嘛这边这年一户没几嘛啊太年一嘛嘛别一直别一把把别去快别跟人听嘛别别太过太年走和太洗个门大嘛我们洗个也挺行的时候呢喂我哎我咱们闭着你说吧啊李伯伯咱一怕咱们闭着你说吧妈妈叫我一哎我哎一怕过嘛过一怕他洗个个点走跟你走历史时不要过一怕人家听嘛对点我在心疼你跟人家我在玩你天天走嘛洗咱们跟我说跟我洗个点过一咋家一妈妈家日时可点走那你要哭着你花嘛了路你要哭着嘛嗯嗯和他的我路就力气花花台你过台你过台你力气花花你要不还不太过台花了别花在过台你一哭过台过别的家嘛干嘛过台你这里花的花都那么哎你说那么我妈妈谁也没想你把我哭了嘛了找到犀鸟的巢穴蔡五兄弟着实兴奋了几天他们立即向盈江县文化局鸟协报告了这个消息就带我们去看了他们发现的一个窝然后呢慢慢的呢我们说你们可以这个建生态观鸟点然后呢有人会来看鸟哎他们家呀特别我的特别的花一遍不要干的我的啥水花没给他家有我的特别你要走速我们在夜里新穿个走了些年也特别夜里新来走了些年我的特别开始特别走多门了很快蔡五兄弟三人找到的犀鸟塘被盈江县正式命名为一号鸟塘他们很兴奋决定尽快修通上山的路可是山势陡峭道路崎岖修路哪有那么容易好的一台铺摸声音慢别想看到那个人，他是呢，你看我穿花木袋的，我找个钱给他呢，钱给他拿嘛。嗯，干我先，别干我先。嗯，别干我，别干我。四年嘛，这许多天特别下过我们啥事嘛，这点啥宽面家，哎，没落家宽些这个，哎，面对家啥宽面宽。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后蔡五密春华和小蔡五不仅修好了上山的路还搭建了窝棚添置起桌子和椅子双脚犀鸟以体型庞大和色彩艳丽著称兄弟三人没有想到后来他们一手建立的鸟塘竟然一票难求让很多射鸟爱好者趋之若鹜到了辛苦早一点开雄鸟外出觅食的时候一些射鸟爱好者会向蔡五询问犀鸟的生活起居经过盈江县鸟协工作人员的培训蔡五已经掌握了不少犀鸟的知识
看到那么大的巨无霸，而且从你一飞过的时候，就是那种翅膀呼呀呼呀扇过去，给你非常大的震撼。所以看过犀鸟的人呢，就觉得这个鸟太神奇了，居然中国还有那么大的鸟。像我们刚开始拍一些照片发在网上的时候，很多网友说这就国外拍的，但是我说这是在中国拍的。我能犀鸟他妈表个娘，我能表个娘啊，科技古装嘛，生活单模化嘛，俺们家后天家日子有多，俺们家就是犀鸟不到别要光年所拉别隔两天，俺们家生活呢啊，科技化点么嘛。建鸟堂观犀鸟确实给蔡五兄弟带来了好处，三兄弟轮流值守，背包送盒饭守鸟堂，一年下来每人差不多有近20000块的收入。观鸟的拍鸟的都有些质疑，但我们就只是试验，就比如说如果第二年我们这种它不来繁殖了啊，我们就肯定是就不能再用这样的方法去发展这个观鸟了。除了犀鸟堂，蔡五兄弟陆续发掘了很多小型鸟类观测点。为了吸引小鸟尽可能多地停留在鸟堂供涉鸟者拍摄，他们会定点投喂一些面包虫和玉米面。人气味了，跟人接触多了，这个鸟好像对人都有点感觉，我们天天去喂，然后我们自己过去了，他也不怕。看到蔡五兄弟挣钱，大谷地其他村民十分羡慕。如何建鸟堂、发展观鸟，小蔡五给村民们进行了详细讲解和培训。犀鸟的食物荤素搭配，平时以榕树果为主。幼鸟出壳后，雄鸟一般会捕猎动物为雌鸟提供蛋白质。犀鸟的飞行能力很强，能将种子带到很远的地方，是热带森林最为优秀的传播者。有些犀鸟的活动范围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早上过去，那个犀鸟呢从缅甸那边飞过来，然后下午呢又从中国这边飞过去。树多才会鸟多。时隔多年，傈僳族这句朴素的谚语又被村民们重新捡起。我西地嘛，都是人家犀鸟，就是人家养鹅嘛，要那么大嘛，都是分的，都是西地口，啥子人家都，都是分的方式，人家都是分的拉，都那些年的，养鹅嘛拉，不年的拉嘛。他们在香茅草地里陆续种上坚果树和荔枝树，希望大谷地绿树成荫，永远地留住鸟类。以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鸟啊这么好看，就是现在拍出来才知道这么好看。发展生态观鸟游后，保护区范围内450多种鸟成为村民们的宝贝，他们时刻守护，严防偷捕行为。我们家俺们我们家谈话的那我有啊，我给他说我给我们家谈话，你要往这边寄了些这些出库，俺们给他从我带领我们的如果有啊森林公园说的有我带来就够。犀鸟是果吃果子，果子的，等我也犀鸟中小鸟还抓呢。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盈江的生态模式成为全国生态保护、生态脱贫的典型。我们以前先给我看熟了，要大鸟嘛，它一小个那匆匆，辣椒吃没吃完了，这还这个我们这个酒和汤就够了吧？噶，那红头腰间那个是
这小狗干那故事。现在打鸟人、砍树人，到现在的护鸟人、护林人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转变，其实也是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体现。大谷地没有路，平时摩托车、越野车勉强可以通行，雨季路滑，村民只能步行。这里不通电、不通水，没有手机信号，孩子上学和老人看病都要到40多公里外的芒云镇。后天人家本去，拿了片拉个面拉去那去给那些泥沙泥给孩子也嘛俺们不都提前嘛方便。2018年6月，云南省政府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地处铜壁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大谷地被列入红线范围。为了彻底改变大谷地村民生产生活不便的状况，同时规范观鸟产业，盈江县决定整体搬迁大谷地，把40户村民迁到交通便利的县城。离开大谷地，一开始村民们都不同意。后来县里想出了一个办法，村民们搬迁到县城后，农户的经济作物依然保留。以前从事观鸟产业的村民和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将采取聘用的方式继续从事鸟类观测点的管理维护、驾驶员以及鸟导等工作。这么呢，我努力嘛嘛你哎呀哥们就在头半面在军火物业这个自然保护区啊，别人不都要呀？我们现在另外下岗去，别人不都也军火别去？你哪哪哪干不都特别哪哪点嘛？我跟我们都在觉得呢，俺里边面我们生活呢也这个，哎，我们结果把他呢，伢面我们去，我别去点不都？大多数嘛伢啊，特别疲劳，大多有嘛就在特别嘛像现在俺们嘛嘛苦嘛统一嘛棉嘛跟俺棉慢慢慢慢年代以是政府的你去做的做白白个些的多啊俺们年代估计接了咋啥多啥交通方方便便哇这都要帮个他干嘛了。现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以后就要搞这个鸟类保育中心啊，他们说以后把这个慢慢把这个生态变成给它恢复以后。这个给这个鸟类做西鸟做保育中心。这个微弱的叫声从巢穴里传出来，它预示着新生命的到来。鼠类、蛇类是犀鸟的美餐，雄鸟每次成功的猎取都需要3-4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雄鸟经历了什么。雨季的末端，雌鸟坐月子已经3个月，幼鸟就要出窝了。这是蔡武守候新鸟的重要时刻。
羽翼未丰却向往天空，这只顽皮的小犀鸟受到了教训。离巢后的幼鸟不再进洞，从此开始成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的一员。大谷地的异地安置点就在县城大营江边，统一建盖新房，县里给了村民建房补助和无息贷款。蔡武兄弟三人的新家紧挨在一起，一样大小，都是一栋两层的小平房，占地119.7平方米，造价15.56万元。以前我们也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在这种地方有个房子，所以还是特别高兴的。还有这个房子盖的也是很有规划，还有很漂亮啊。两年多的时间，蔡武已经习惯了现场的生活，也熟知了这条从新家回来的路。大谷地的房子前两天被拆了，那片曾经倒浪起伏的平地彻底还给了鸟儿们。蔡武有些舍不得，没去现场看。更重要的是，新一年里雌鸟还在坐月子，他放心不下，得随时去守着。等幼鸟出生，他得抽空再回去一趟，打理一下坚果树和荔枝树。偶尔外出觅食的雄鸟会飞过蔡武的头顶，飞向雨林深处。不过，即便它飞得再远，还是会带着食物再次回到这里。蔡武也将继续守着鸟塘，守住大谷地这个中国犀鸟最后的乐园。今天的封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